高大又笔直。啊，是我呀，啊？什么石头鸟？妈，今天过年了。我就是来表达一下喜欢和感谢的，啊，行，你咋的了呢？怎么了？你细说。因为我特别喜欢有生活智慧的人，然后你就是这种人，哎呀，我妈呀，生活智慧啊！对，因为我没有那个抖的那个 app，所以我都啊是偶尔在哔哩哔哩上看直播，啊，不是，对不啊起，看切片，啊啊！然后那个。还是最近才开始看的，然后我在美东读书，所以就是在美有一东呢。些东西我还挺认同你们讲的，就是觉得没必要把他们夸的，就是外国的月亮都圆这样子。啊，你还得读多少年书？还得啊？没有，我回来有一阵子了，啊，都回所来以了。就是两边都啊，看过，这样子也都啊啊！待过。哎，这种其实就是能够出去客观看看是咋回事儿，别给人哐哐死吹。他们在他们那个环境生活，其实他们觉得挺爽的。他们没来过中国，这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在中国出去的。你是见过这个地方什么样？你去那儿看，它确实有很多不同，但不代表好。真的客观看，你说那地方如果好的话，全世界那么多留学人都那不都留那儿了？他人口还用3个多亿吗？有多少而上且学的？就是每就是我没看你们之前，我都是靠自己，就是在一个觉得靠知识储备或者什么在怼别人。就举个例子，比如像他们说什么那个快乐教育什么的，我说那我们熬夜读书是傻吗？或者是那个有人，比如像举个例子说有人鼻炎，然后医生就特别盲目的说啊你换个城市吧，要不然你出国吧。然后我就想说，难道国外没有花、没有树、没有春天、没有干燥大风吗？就是他在这儿会过敏，他在国外也有可能会过敏。就是我都是用这样的逻辑在怼他们的。但是听完你们之后，我觉得哇，你们有生活智慧真好，原来你发就现特别喜欢。滚刀也是一种回怼方式 滚刀也可以，你用它，你要魔法打败魔法。有一些人的魔法是主打个恶心，明白吧？他恶心，你就比谁恶心，那话那你这还能比得过我了吗？这是不可能输的。嗯，生活然智慧，后，对对，以后不叫滚然刀了，后叫生活智慧不是，啊。然后，比如像他们每次说什么那个漂亮的国家公园特别好，然后我就只会说你没读过地理吗？他们多少人？他们地形是什么样？那可不好吗？你这扯什么蛋？就我只会这种，但不是是国家就公园是。好，你跟他说流浪汉呢？国家公园里面有流浪汉看，不用付门票。你搁中国，你付门票，你都找不着流浪汉，对吧？你要那么说的话，确实好。那国家公园、绿家公园的，就对不我对？想不到流浪汉这一点，是因为我在 MA 读书，就特别特别冷，就其实路上并不是能看到那么多。那你那边人少人多，人多的话，你到洛杉矶去感受感受，你才知道啥叫就是人都说美国是美国，纽约是纽约，洛杉矶是洛杉矶，都代表不了美国。其实这就是是的。中部的那个生活，其实才更贴近于他们说的那个美国。但是中部的生活能把人憋疯，能把人憋懵了。那这地方待个1个月俩月，我估计勉强；待时间长点，那都人都变态了都。就是我有高中的同学去那个产玉米地的那些州读书，然后回来就其实就是疯了，就是满眼的全都是种玉米的，种什么的，然后和我们这种所谓在城市里读书的人，感觉回来聊的东西都不一样。我说那也没办法呀。那没办法，他生活当中只有那个，你强行改变你生活习惯，对吧？你喜欢那些东西，你想要那些东西都没有啊。就搁洛杉矶，我待那些年也没说下午说是，比如说6点钟有事儿，现在2点不知道干啥去了。待那些年我也没说是上哪儿去，就找个地方按个摩，按俩小时，从头到脚的咣咣的，一会儿浑身轻松的去，没有啊，哪有啊？先是摸摸脚丫子，你搁洛杉矶捏捏脚丫，大姐都要下道的，都要给你拉帘儿。而且他们做的也不好呀，就是感谢胜利像英女雄孩子舰弄长。指甲什么的，就是又贵又不好，就是觉那得就这特那别，就这样啊，那就这样，那就这么挣了。因为啥呢？那个地方没有这个东西，大家就不挑。人就是这样的，没有就不挑了。你中餐就那么几家，难吃他也多，他也排队。没有他就不挑了，有反而挑了，对吧？然后每一次他们说什么医疗，我就特别想告诉他们。就是我因为检查一个家族病，
等了4个月，我想说这事儿，要不4个月是等，因为我还有那个期末考试，我真的就回家了。你还等四就个月？这。我痛风，我尿道结石，搁那疼的就正哎呀哎呀的，给医生打电话让我等1个月呢。嗯，是吧？很正常。所以不知道他们想要夸什么，但是我还挺建议他们就出去看看，要么就多看点纪录片什么的。他们看他们能搜着纪录片，全是夸民主、文明、自由的，甜美的空气的，那都是正经好东西看不着，好东西哐哐给你限流。说到甜美的空气，就是他们每次不是说什么那个没有雾霾吗？然后我每次都特别特别认真的跟他们讲说，可是你出去一天，你开车出去上班，什么上学，你回来也是灰头土脸的呀，就是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呢？然后不他们是就跟我人说你少不懂。嘛，我这啥我们不懂。我去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我正经美吹，我刚到美国是正经美吹。我确实跟家里面说过，那时候跟美国就 Costco 买那一袋子那个袜子，我穿完了以后，我光脚跟那些小孩出去玩去，就搁那个门口，搁北加州那时候 Sacramento 嘛，就是光脚出去玩玩去，有草地呀，有啥的，踩完确实没说黢黑黢黑的那种，就是属于，稍微沾点灰的那种感觉。我当时我夸完了，干净，真是干净，美国呀，要的还得人家老外素质高，干净咋地的，个个。我后来我细品了品，有一天下午没事儿，我就搁他那门口抽烟，我细品了品，一下午就过了4辆车，里面回家的，里面是个死胡同。你说干净，你不废话，没人更干净，就你自己，你个躺地上都不想埋的，对吧？没人呢，主要是他门口他也不过人呢。啊，物理老师来了啊！行行行行，那那好我嘞，下了啊，哈，你们感谢聊。你支持啊，那个，球迷 OK，啊，拜拜，拜拜。孩子馒头城待过啊，正经在那住2年呢。